看我怎么坑富婆零花钱的。你今天晚上睡沙发吧。哦。那怎么不问我原因？那为什么？你是不是用肥皂和沐浴露洗下边了？对呀、啊，不一直这么洗了吗？哎呀，错了，你不能再用肥皂和沐浴露洗下边了，你得用我给你买的这个妇炎洁专门给男士设计的私处洗液。你别笑呀，你们那呢是弱酸性的，而很多的肥皂和沐浴露哈，它都是弱碱性的，像你下面经常刺挠还潮不拉几的，就算你用肥皂和沐浴露哈，一天洗三次也抵不住有些东西的繁殖速度。而这款妇炎洁男士专用的洗液哈，它的抑菌率能达到99%啊！还有偷偷告诉你哈，它这个里边就是有那种非常高级的费洛蒙香氛，就是女孩子们哈都爱的味道啦。作为男人呢，爱护老婆的同时哈，你得先懂得爱护自己，你别什么都将就。像这个呢，就是你一个人用，咱俩都安心。所以我觉得哈，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，懂了吧？行了，回屋吧。不回，我就要睡沙发。你，我2000零花钱。行，这是你比我的好。